下要好好找一个地方来舒展身心一下。刚好现在好像是下午茶的时间，那通常下午茶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像我啊，平常是待在家里比较多，今天既然难得出来了，我就要找我的闺蜜好朋友们跟我一起去舒展身心耶、走。你愿意听你忘记所有过去。我现在来到了养生按摩会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我的闺蜜好朋友们。首先第一位呢，她是办过个人音乐会实力派唱将木星。第二位呢，他也是实力派的舞蹈家。我有说实力派，你在另外一个，没有，你在另外一个更会跳的人面前做舞蹈家。没错，再来第三位呢，就是我发行第一张单曲《My Love 云端恋人》参加娱乐百分百的时候认识的女神董子宁的子子。我们三个字是谁？那我们两个把姐姐旁边。好，哎，马上直接变闺蜜。你们平常喜欢按摩吗？爱。错，我是第一次按摩，但是我们要带你们纯按摩啊，好，不纯吧？对，不纯。我们要来玩一点小游戏，分成两队，然后我们要互相问对方残酷的问题。如果对回答不出来，我们就有大魔王伺候脚底按摩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分队，啊、因为你们俩比较熟嘛，然后我们两个比较熟，那我们就分开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布。就进行游戏 ，Go！ 我们游戏直接开始吧。那我们讲手部，赢的先问对方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先攻个姑姑好，情色下去。那我想要问最特别的地方，爱是哪里？哇！这个粉丝应该很想知道吧？来了，特别得意的。好，那在厨房。厨房不会很特别，就是在刮胡在烧的时候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最劲爆就厨房了。对。你家啊、哦？那这个很厉害，因为他爸妈住。哈哈哈哈哈！在家流汗。哎呀。好，想要问子慈，三个人里面啊，最没有用，然后最丑，然后最没有人气。哇！这个问题真的很。说自己，哎呀，怎么那么难？我们就三个人，真的是很难回答。你们想还在吗？还在。还在。还在以实际面一点的话，就 IG 的人气的话，应该是小凡比较弱一点点。那中间的那些解释都不用，直接剪掉。真的是太为难了啦，大家都很有用，很努力。我觉得可以啦，因为他讲出来。接下来换下一题。我问的不对吗？为什么我问他？大家上我们家董仔最近的体重上升，他到底有没有要继续减肥打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跟你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几公斤？你们真的很认真想知道？真盲猜一波，50。这是想要直接教你按摩的好姐妹，但她脸盘是这样子啦。那我最近看到她的荧幕上呈现是这样。正确解答。我现在63公斤啊！我的，那你比我还重哎！你还补正的？以后不会这样，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们问。木星的话，如果要性爆的话，因为木星在那个重口味里面，毕竟已经爆料过，就是很久我爆好爆满，没有爱爱了吗？最近一次，对爱爱的时间还在算。接下来继续换我们被问，请问问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？我喜欢女生啊！他在发抖，赶快按了！我之前都讲过，我有交女朋友啊。分手理由是？他想要稳定。那加码讲一下你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就是活泼，然后喜欢笑，然后我蛮看腿的。别人竟然是过了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我们问子慈，你们平常是会在现场唱票的人吗？会，
所以谁的音最不准？这一集真的不能分享，跟刚才同一个人。接下来换你们问，我一定要让你死。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又是我？我刚刚不是已经被问过了吗？请问，最近几天前康康，而且你看什么片？啊！我按摩按下去了啦。虽然这很正常，但是我有点不想讲。我看你的手，看你的手，我看出来了。你一直说按了按了，但是你要跟我一起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组的。就是让我们欢迎大波波。按之前我要说一下，虽然我真的很喜欢按摩，但是我的脚很不受力。对，师傅拜托你温柔一点。看起来很痛哎，我觉得蛮爽的哦。等一下，有感觉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的脚要被刺穿了。三十秒了没？倒数十秒。啊！我跟你痛的位置不一样啊！膝盖旁边真的好痛哦！为什么？这是哪里？我是不是身体坏掉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现在是直接开按，开按。其实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问下一题。我觉得木星什么都回答出来，要公子。哦，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最喜欢什么姿势？好痛苦啊！我真的很少在节目上回答这种。按了，好了，我喜欢躺着，然后脚合起来。哦，懂。好了，哎，所以结束了吧？我们是胜利的一方。还有场外加码一题。四个人都要回答，然后答不出来的人就要被按。娱乐圈或者是知名网红，谁最喜欢装熟？好难哦，林干吧，因为他就是谁都认识的感觉。我感觉他交友很广阔，假如说这阵子谁比较出色一点，然后他就去他的限动作。哦，他是本来就很会交友，因为我认识他也很久了。我的答案是董子涵。其实我觉得装熟是个技能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装熟并不代表是不好。我的答案跟木西一样，木西，木西啊。我们以为今天这么简单吗？今天其实是一个整人计划，整个按摩都是假的。对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按摩。今天是要整姑姑，这么严肃就是姑姑的生日大惊喜。没错，我希望真的有惊喜到。场外加码，谁最不适合待在 YouTuber 界？真的有毒哎！我觉得小赖，你应该要直接去当就是更厉害的人，不要在 YouTuber 界跟我们抢流量。他又会跳舞，可以教舞，然后又可以当舞蹈老师。对啊，又会主持。你知道我要讲这个人？这个人就是古耀威。我们今天来他的频道，然后这么有心，然后他今天的回答。其实我也是想破脑袋，线上每个我都好喜欢，然后我就只好想到一个，那就是这群人的林木星。我应该要出来去当歌手吃。我，讲了两对啊，你上去他们家吃饭。王展瑞啊。哦。觉得他们单在这群人就很棒了。他们不用自己再开了，他是在发抖，他是在紧张哎，他是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结尾。好啊，你接。好。哥哥，生日快乐！等你等到蜡烛都灭了，来一起唱生日快乐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有下课了吗？
第一个，祝在现场的各位都发大财。第二个就是希望我的频道早点破10万。第三个，放心地来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耶！ Yeah, 谢谢。要不要这样才可爱？快点啊！要这样才可爱。谢谢你们。你听不到我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幸福的我，纹在姑姑的脸上，仿佛姑姑就陪在姑姑的身旁，永不分离。姑姑，让我们永远爱你，生日快乐！姑姑，你以为就这样没了吗？你有一个很厉害的生日礼物，让我们有请姐夫。是要跟你公布一个好消息，对，就是你的一个幸福的吻，在你的生日的隔天，在全部的 KTV 上架。在这边你以为没了吗？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已经发到你的手机里了。哎呀，哇！我先跟你说声生日快乐，思阳。是的，那没想到一晃眼也快要3年过去了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。然后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多作品，然后也在很多的可能广告上面呢、代言上面呢都有看到你的露出，还有抖音，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认真，然后又很腼腆、害羞、可爱的男孩。那希望呢，新的一年呢，就是事事顺利、顺心、身体健康。和心里想要完成的梦想都可以顺利的达成，完成你的目标，祝你生日快乐哦！耶，是啊，耶！还有，希望你所有愿望都能实现。今年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参与广告，之前没有这么多机会一起工作，那这一次跟你一起工作呢，真的觉得你真的非常的好，对粉丝朋友们都很照顾，然后很关心他们，也非常有爱心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大暖男。希望你所有愿望通通实现，生日快乐，单曲大卖！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！我刚刚走到草莓。音乐人这条道路上呢，越来越好，然后歌越来越多。我们先请示大家先走吧。对呀。整个好比是鼓励我，是我们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耶！哇！哇，老师哦，老师耶！啊，你的翻糖老师哦。对。是你的 Q 版的人头，好可爱哦！喜欢你的努力，我们都有看见哦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，生日快乐！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愿望成真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太感动了，真的有吓到，惊喜也太多了吧！哇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等一下后面牵老爸。最后做个结尾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感觉年纪越来越大，身边啊，就是要有这些就是这么好的朋友，今天真的就是很谢谢他们啊，很感动。最后呢，就是喜欢这支影片的人就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还喜欢看我们拍什么影片的话，就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幸福的我，吻住你的床，我们那么天真，我们那么认真。心